今年年初一，你男朋友做山镇的智囊宫庙峰，这落地黑白民众喜名金鸡村，同时也发了新年的节目。今年起拜日的一年，差不多有7公里暗冲，我想到超过600年。伊到民众系带等朋友行到伊无太西溪，希望是得出太奖，也希望今年的运势会行过顺时。 庙峰仍然信步紧，那个从红过后，水平人更加乱地图，开始滚拍了个民众来抽奖，当到恁老朋友入河，用下来参加，会增加抽到大奖的机会。今年无动人手的大家，最想抽到个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所以大家谁没有的互相交流一下，对啊，每个人都有嘛，对啊。来，最上是不是心满意足了？对，心满意足，对，达成愿望了。初七的前一天，6点多来的。 南疆主委总叫安讲，认为今年嘅猪年运势特别好，为了帮乡下当年做啲帮到三位，所以出体2000个好彩嘅人有机会抽到大奖。庙峰特别个加发1600分，旧年纪念币。因为猪啊是财，今年财运真好，啊，但是你带财吼，无白财吼，无一定赚得着。所以真侪人希望讲，哎，我提交你，交会白财，2100号到3600号。 都会有拿到个人的套币。透过空气画面，做得看到，长长的列个奖券7公里，拍了个人数大约超过6万3，还有东东民众当当去借千番千，本来要建八公庙，变做逐年年初一东到新庄的超神体。客家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。